场景，失去或得，降或升，胜或输，人挺明。雷阵雨里你我各安天命，冷雨快跌破互相倒影。两位娘娘祈福，菩萨一定会保佑两位娘娘平平安安，孩儿顺利诞生。多谢法王。翠乔，为本宫准备香烛，我想替阿玛祈福。遮。对了，本宫差点忘了，妹妹的阿玛因为私贩鸦片被囚于天牢之中，难怪妹妹如此担忧。阿玛绝不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从前朝到现在，他对待老百姓犹如通关再报，众人皆知。他岂会贩卖鸦片，荼毒生灵？但是这次，就连他的左右手都站出来挺身指证。你阿玛何许人也？昭然若揭。你们父女俩都一样，表里不一。看来你是想做个恶鬼了。让开！说，是谁注视你的？老师，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哎，你为何突然来这儿呢？这件事我越想越可疑，所以前来看看。你有没有找过薛如？我跟你在广州禁烟期间，京中一切事务都是由他处理。我来这儿之前，曾经想去找他问清一切，但是到了他府邸，发现他已经服毒自杀。当场还留下一封遗书，说他不甘心跟老师同流合污。不过最重要的人证，竟然在这时候自尽，实在太奇怪了。一定是陷害老师的人，想把所有线索都毁灭。到底是谁想陷害老夫呢？奴才参见皇上。臣免礼。赐座，谢主隆恩。不过，皇上既然认定臣乃戴罪之身，就无需再历代臣了。依兰跟鄂泰再三来求见朕，要朕相信你是无辜的。朕也想再听听你的自辩，你到底有没有包庇烟商，贩卖鸦片？怪只怪臣大意，被奸人所害，栽赃嫁祸。偏偏所有证据都看似确凿，但臣相信幕后黑手最终必遭天谴。也许依兰说的对，朕应该给鄂泰机会再去趟广州，为你寻找证明你清白的证据。依兰腹中孩儿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依兰求朕，至少要等孩儿出生后再执行判决，好让依灵你
能见外孙一面。一兰，奴才向皇贵妃娘娘请安。免礼，本宫想跟宜大人说几句话。阿玛，依兰，你们竟然去求皇上缓延我的刑期。阿玛请放心，鄂大哥已经出发去广州，他一定会替阿玛找到证据，你很快就会没事了。无论结果如何，我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女儿，还有一个爱护我的学生，夫复何求。还有您的外孙，他很快就会出事了。是啊，我就快当外公了。当年你还未出世，你额娘就说过，如果出生的是个男儿，就让他学会阿玛毕生所学的武功战略，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若生个女儿，就由你额娘教她女功和厨艺，做个贤良淑德的女子。托阿玛洪福，依兰终于了了额娘的心愿。不错。所以阿玛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您的外孙还要阿玛看着他出生，看着他长大成人，好好教导提点他，让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像阿玛一样顶天立地的人。皇贵妃娘娘，奴才阿玛，阿玛一定没事。你急着进宫找元婉，所谓何事啊？阿玛刚刚得知皇上延迟处决夷陵。怎么会这样？皇上似乎相信夷陵可能是被人陷害，所以答应皇贵妃等她孩儿诞生之后再处决夷陵，其实是给鄂泰机会南下找证据。等钮祜禄依兰诞下孩儿，等他诞下孩儿，如果是小阿哥，别说延迟处决了，皇上甚至会放夷陵一马。不行，阿玛一定要阻止他们。你放心，阿玛绝对不会让此事发生。钮祜禄依兰令你额娘丧命，阿玛也一样，要她尝受丧亲之痛。但是倘若鄂泰南下真的找到什么证据的话，哼，让他去找吧，阿玛肯定在这白跑一趟，无功而返。元婉，你不必为此事忧心，目前你最要紧的是好好的养胎。你明明比钮祜禄依兰先有身孕，但是看你的胎没她怀的好。太医怎么说？太医说女儿的胎很好，阿玛无需担心。这就好了，若是你先诞下阿哥，皇上容颜大悦，对你更加宠爱，就无需担心夷陵父女俩再耍任何花招。此药真有催生之效？皇后娘娘，这药似乎服用的剂量，但保产无忧散只适宜从怀孕七个月起每月服用一剂而已，倘若服用过量，就会令娘娘有心悸、气短、晕眩的现象出现了，而且龙胎尚未足月，过早出生恐怕健康会受损呢。本宫一定要院内诞下皇儿，其他的本宫一概不理。皇后娘娘，此药切忌过量啊！本宫一定要比钮祜禄依兰早诞下皇儿，其他的你照办吧。退下。奴才告退。Thank you.
奴才给皇太后、皇后娘娘请安。免礼，免礼。皇后娘娘，是否身体感到不适？皇后娘娘，你的手怎么这么凉，脸色又这么苍白啊？哦，元婉是有点不适，但是她要坚持来给哀家请安呢。天气多变，本宫只是感染了风寒，经太医诊治，并无大碍，大家无需担心。皇后娘娘，你如今身怀六甲，就算是小小风寒，也应该多加休息。皇太后，还是让乐心先陪皇后回宫，稍后再过来陪皇太后。好啊好啊，你就快陪你表姐回宫休息吧。这，皇后娘娘，那……那什么呀？皇后娘娘将为人母，应该好好对待自己的身子和胎儿才对嘛。皇后娘娘，我们回宫吧。那么，奴才先行告退了。你跪安吧。你果然再次怀疑孩儿，我是孩儿的阿玛，是不是？知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话，足以令皇上判我们死罪呀、啊！我不能像你这样，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皇后娘娘，是不是身体感到不适？皇后娘娘将为人母，应该好好对待自己的身子和胎儿才对嘛。皇后娘娘，请用药。小继子去养心殿启奏皇上，说娘娘不舒服，请皇上过来看看啊。不必惊动皇上了，但是我说了不必了。皇上驾到。免礼。皇后，你抱恙在身，无需多礼了。云婉没事。你还说没事？你脸色苍白，手又这么凉，太医怎么说？太医说云婉感染风寒，但服药之后已经没事，皇上无需担心。但你已经抱恙多日了，干脆这样吧，朕叫李民来这里再替你诊治一下。真的不用了，皇上。朕的孩儿很快就要出生了，元婉，你说孩儿会像朕呢，还是像你呀？朕希望这个孩儿可以像朕，既有才能又有智慧。元婉呐，要不朕今晚就留在储秀宫陪你吧。皇上，元婉想多加休息，皇上无需为元婉耽误正事。皇上特意来看望元婉，但元婉不能相伴，请皇上恕罪。朕怎么会怪你呢？你怀着朕的孩儿已经很辛苦了，如今又抱恙在身，心情难免受影响。这样吧，你好好休息，无需理会朕。朕想留在这里多陪你一会儿。奴才等预备了礼物，想送给皇贵妃呀。这尊送子观音是奴才特意找人用纯金打造，还请高僧开了光，保佑皇贵妃平安产子，连怀龙胎。多谢程妃的一番心意。皇贵妃，我跟佟贵人也合力绣了这个锦囊，里面有供奉过佛朵妈妈的子孙绳，可以保佑你的孩儿，男的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女的天生丽质，贤淑大方。哪会是女的呢？照我看，皇贵妃肚子里的一定是个小阿哥。无论男女，都是朕的孩儿，都是喜事，是开心的事。多谢三位妹妹
本宫会将大家的心意铭记于心。皇上，倪公公求见。倪公公，快传。这。奴才叩见皇上。平身。谢皇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有话快说，无需吞吞吐吐。倪大人被黑衣人劫走了。怎么会这样啊？岂不是劫狱？奴才已经派人去追捕黑衣人和倪大人。阿玛绝对不会越狱潜逃。皇上，事有蹊跷。倪公公，千万不要伤害我阿玛。倪公公，尽快把夷陵找回来，记住，要留活口。这。小菜子，传朕的口谕，叫军医大臣进宫。这。依兰，你放心，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朕不会伤害你阿玛。谢皇上。奴才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我知道自从我成为皇上的妃子之后，我与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但这只是你和我的个人恩怨，我阿玛只是局外人，我求你跟舒大人放过他，别再难为他好吗？妹妹阿玛犯的是私贩鸦片之罪，是死罪，本宫和阿玛何德何能救他？妹妹知道皇后娘娘对你恶娘之死仍然耿耿于怀，如果娘娘有任何怨恨不满，请尽管抱在依兰身上，何苦要一个无辜长辈受罪呢？是否无辜应该由皇上定夺。怎么了？妹妹如今是否亲身感受到那种至亲即将离你而去但自己又爱莫能助的感受，是不是很痛苦啊？妹妹可知，今日是本宫恶娘的生忌，恶娘生前对本宫疼爱有加，为本宫倾尽心思，甚至豁出性命，就是因为你，才会落得含恨而终。你恶娘只是为她自己做过的事，承受应有的后果。那你也应该为你所做的事承受应有的后果。额娘，你看见了，终于轮到钮祜禄依兰一尝失去至亲之痛。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因果循环，真的有啊，真的有啊。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皇后娘娘，我知道此事我说什么都没用，只要可以救我阿玛，我什么都愿意做。好啊，你跪在这儿，跪到我额娘肯原谅你为止。娘娘，中堂，
你为何要这么做？你虽然没与我为敌，但你刚愎自用，偏偏你又是皇上的岳丈，深得皇上器重。正因如此，子仆绝对不能容许你继续存在。论机智，论才能，子仆自信绝对在你之上，但是福气却不如你。你有一个当上皇贵妃的女儿，相信我的成就和地位永远都比不上你呀。那你就要加害于我，是你污蔑我，包庇宴上走私鸦片。陷害你贩卖鸦片的不是我，不过我和那些人的目的完全一样。你竟然有如此想法，就算老夫死了，你以为你就可以扶摇直上胜过老夫？你的女儿永远都只会是亲王的福晋。只要皇上没了你这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子，子仆成就大业就指日可待。你太天真了，皇上最清楚老夫的为人。我现在立刻回去向皇上禀报一切。唯有你们动手。不行，本宫不可以回去。如今只有皇后才能救我阿玛。皇后娘娘，你看，连我额娘在天之灵都不肯原谅你。皇后娘娘，依兰求求你，我阿玛如今身在何方？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本宫不知道，倘若本宫要派人闯入天牢呢，会立即把你阿玛杀了，又何必救走他呢？娘娘，我们还是走吧，皇后娘娘不会答应救仪大人的。到底是谁劫走了阿玛？为何？娘娘你怎么样？是不是肚子疼？要不要传太医啊？马上去见皇上。罪臣依灵在此，罪臣现在跟你们回去向皇上请罪。皇上有命，一见逃犯格杀勿论。我不相信皇上会杀我。
皇上，皇上，奴才叩见皇上。出什么事了？一大人死了。怎么会这样？朕不是说过一定要留活口吗？怎么样？怎么样？叩见皇上，恭喜皇上是位小阿哥。好，奴才恭喜皇上。免礼。哎呀，朕的小阿哥，哎呀，朕的小阿哥出事了。依兰，辛苦你了。皇上，请看在出生小阿哥的份上，下令追兵，不要伤害我阿玛，好吗？我相信此事当中必有误会，阿玛一定不会越狱。依兰，你听朕说，皇上，莫非阿玛他？他已经遭遇不测。为何？为何会这样？为何？皇上，你不是答应过依兰，不会伤害我阿玛吗？皇上，为何？依兰，你别这样，朕也没料到会变成这样。我不相信，不会，阿玛，阿玛答应过女儿会看着外孙出世，长大成人，为何？阿玛，依兰，你别这么激动，依兰。依兰，你好好休息，好好照顾小阿哥。遮。好好照顾皇贵妃。遮。阿玛不会死的。娘娘。所愿呢，有护了依兰，终于一场丧亲之痛。但是女儿一直想不通，究竟是谁派人到天牢把夷陵劫走？本以为乃钮祜禄依兰所为，但后来他又来跪求女儿放过他阿玛，似乎此事并非他所为。可能是恶太安排。他人虽在广州，但他最尊敬夷陵这位老师，由他派人去做也不为奇。我已经派人去追查了。无论如何，当初老夫费尽心思，无非是要夷陵身败名裂，再取其老命。如今总算为你恶娘报了仇了。这个仇还未报完，本宫说过，要钮祜禄依兰比本宫痛苦千倍万倍。看来皇上为夷陵的事与皇贵妃闹得极不愉快。元婉，你大有机会把他打得永不翻身，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为皇上诞下一位小阿哥。哎，元婉呢，你比皇贵妃先有身孕，理应为皇上诞下第一个皇儿，没想到皇贵妃早产，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元婉，虽然皇贵妃比你早诞下小阿哥，但是皇上传位也未必传给长子嫡孙。阿玛有信心，你所生的小阿哥一定比皇贵妃优胜，他若皇上传位
非你害人莫属。本宫一定不会让钮祜禄、依兰事事遂意。元婉，你没事吧？彩萍，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烫着皇后娘娘怎么办？娘娘受罪，奴才该死。没事没事。元婉，你没事吧？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穿太医啊？不用了，没事。女儿，你要好好的保重身子，为皇上诞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啊，奴才真是不明白。到底是何许人帮皇太后走了这步棋呢？皇上已经下令要留活口，依林又非有心越狱，为何会到如此地步呢？啊，纵观朝廷后宫之内，最想置宜大人死地的人，啊，莫非是皇后娘娘他们父女？皇后由于皇贵妃害死她的恶娘，因而报复也不足为奇。奴才叩见皇太后，穆彰阿大人求见。臣穆彰阿叩见皇太后。免礼。谢皇太后。穆中堂这次来见哀家，所谓何事啊？臣这次求见皇太后，是想为皇太后解答心中疑团。哀家心中有何疑团，穆中堂能为哀家解答呀？臣猜想，皇太后一定对何人劫走夷陵心存疑团。无论是何人所为，正是皇太后心中所想。因为皇上身边没了夷陵这个忠心耿耿的辅臣，犹如替皇太后的宏图大计除去最大阻碍。穆中堂认为哀家有何大计呢？皇太后先游说睿亲王留在京城辅助皇上执政，又在鼓励他前往大西北平定叛乱，就是想睿亲王建立功勋，好为日后成就大业铺路。臣既然身为睿亲王的岳丈，当然希望他能够成就大业，所以臣应与皇太后全力合作。待日后皇上身边没有得力辅臣，那就凸显出皇上的优柔寡断，朝中上下都会认为睿亲王处事比皇上果断精明。穆中堂，知不知道你这番话如同叛君叛国，足以株连九族啊！臣该死，只要臣能够完成皇太后的心愿，就算要臣牺牲，臣也在所不辞。穆中堂，请起吧。穆中堂，的确道出哀家的心意。太后，穆中堂，请起吧。原来穆中堂心中所想，正是皇太后一直筹谋的。彼此都认为睿亲王非池中物。皇太后，臣只是认为有能者居之。这次睿亲王远征西北，皇上不肯购置火枪支援，派去的援兵又迟迟不到，但是大军仍传来捷报，朝中上下对睿亲王另眼相看呢。由穆中堂帮哀家为绵心铺路，绵心这条路就好走多了。绵心向皇后娘娘请安。免礼。皇后娘娘脸色如此苍白，是否身体不适啊？谢睿亲王关心，本宫没事。进宫看望皇太后啊。是。那不妨碍你了，平儿。Thank you.
很痛啊！皇后娘娘，你怎么样？我肚子好痛，娘娘，你是不是要生了？快去找接生嬷嬷。还有，奏请皇上到储秀宫。这，元婉，你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元婉，小心啊！元婉，你怎么样？你再忍耐一下，彩萍去叫接生嬷嬷和请皇上来了。哎呀，怎么这么久啊？别走，我怕胎儿有事。元婉，别怕，一定会没事。我去找人来了。别走，别走，别走，梅西，别扔下我一个人，别扔下我一个人。元婉，我不走，我一直留在这儿陪你。皇兄，皇嫂很难受，一直说要见你。元婉，你别怕，朕在这儿，朕在这儿了。谢太医，皇上，皇后娘娘即将要分娩，请皇上王爷到外面等候。恭喜皇后娘娘，是个小阿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有小阿哥，全身红肿发紫，还有这么多水泡，他怎么不哭啊？怎么会这样？奴才曾跟娘娘说过，不能过量服用保产无忧散，否则会对胎儿……本宫没办法，本宫一定要这么做。小阿哥会不会有事啊？哎呀，糟了糟了，小阿哥全身抽搐啊！为何这么久还没人出来报喜啊？元心，你好像比朕还着急啊。臣弟是第一次陪着皇兄等孩儿出生，臣弟心急想做皇叔嘛。皇兄，你不心急想看见皇儿吗？皇上，皇上，太医，皇后怎么样？恭喜皇上，皇后娘娘为皇上添了个小阿哥。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恭喜皇兄。哎呀，朕要进去看看小阿哥。皇上，请皇上见小阿哥之前有心理准备。为何？因为小阿哥患上蚩尤单症。小阿哥皮肤信赤红肿，壮热神昏，并有抽搐，明显是火毒内陷，需要解毒泻火，开窍息风，最少要吃三天药。还有什么？这三天是小阿哥最关键的时期，如果不能扭转乾坤，情况就堪虞。皇上，元婉求皇上一定要救小阿哥，小阿哥不能有事的。元婉，你放心，朕不会让小阿哥出事的。谢太医，朕命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医好小阿哥。这，小菜子，传朕口谕，宫中斋戒三日，在小儿神佛堂为小阿哥点长明灯祈福。这，皇上，元婉，朕今晚留在这儿陪你，一起守护小阿哥。
额娘，为何我们费尽心思，千算万算，却不如天算？我的第一个孩儿因此失去，如今千方百计才得到的孩儿，又因为我要赢，反而遭逢此劫。女儿真不明白，难道上天怪我太心狠手辣，不肯帮我？孩儿是我怀胎七月的嫡亲骨肉，是我在皇宫之内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如果失去他，就算皇上以后每晚都来陪我，让我当万皇之王，恐怕我只会寝食难安，强颜欢笑。老天爷，你告诉我，我如今可以为我孩儿做些什么呀？情。